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race Life。今天是4周运动挑战的第十天，恭喜你已经快要完成了一半的挑战。我们今天要一起做一套有氧运动，但因为前几天我们所做的运动感觉都还蛮累的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运动目的就是让你有一点喘，让你有点酸，让你有运动的感觉，但是不至于会痛不欲生。我们所要采取的运动模式是课堂式健身，所以呢不会有倒数计时，请你动作直接跟上。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开始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暖身动作会直接融合在主要运动部分里面，所以请你动作直接跟着我一起来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向左右延伸，平行地面，然后放下。所以呢，头看右边，看左边，看右，看左。我们再做8次，开始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手到头上，膝盖不要卡死，还是有点弹性。4、3、2、1，加上脚。All right， 所以膝盖点地，不是膝盖点地，膝盖弯曲，脚趾点地，看你能不能够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手打直，肩膀向后。感觉好像朝你的脊椎夹紧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，蹲低，4、3、2、1，合并，站起来，双手举高，放下，举高，放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住，膝盖弯曲，手放下，继续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们做10个，8、9、10，加上深蹲，起来，深蹲，起来，深蹲，我们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住，左脚向后，向前，右脚向后，向前，加上手，向上，手，向上，手掌向后推，用力，三，头肌，向后用力，我们速度准备加快，3、2、1，速度加快，10、9、8，蹲低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住，手打开，掌心朝后，右脚向后踩，低水平，我要你手臂向后夹紧，10个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停住，左脚收回，右脚向后踩，向后夹紧，预备，10次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停住，膝盖，不是膝盖，双脚合并，膝盖打直，手放下，从头再一次，所以你动作差不多知道怎么做了。手延伸，看左，看右，4、3、2、1，手到头上，4、3、2、1，加上脚，肩膀向后，背夹紧，
降低水平，蹲低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脚合并，手举高，膝盖打直，手上下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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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做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停住，膝盖下压，不是下压，弯曲，手放下，预备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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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倍打直，二，一，加上蹲起来，蹲低，十，九，八，七，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住，左脚向后回来，右脚向后回来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加上手，蹲低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停住，手打开，左脚向后，掌心向后，预备，背夹紧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脚回来换边，预备十下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脚收回，手放下，膝盖伸直，原地踏步 ，All right。呼，我们第一组结束，直接进入第二组的动作。我们从小原地踏步开始，然后呢，我们从踏步渐渐的动作加大，变成提膝，非常好。双手左右延伸，手肘弯曲放耳朵。我要你提膝三步，然后手肘碰膝盖。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点，一二三点，再做四次，最后一次，原地踏步 ，OK。渐渐踏步踏步，然后呢，双脚变成要准备做深蹲的动作，所以深蹲的宽度差不多比肩宽一点点。左右踏步，我们做深蹲十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蹲低，八、九、十，举脚蹲，举脚蹲。脚趾头向前，感受你的侧边、腿部侧方肌肉用力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原地踏步。然后呢，变成要准备做相扑蹲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双脚更宽更宽。预备，相扑蹲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准备夹脚，二、一，举脚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。深蹲起来，深蹲起来，蹲六次，五次，三二一，停住，手延伸，加上手，加上手，感觉好像是穿线、穿针，维持低水平，加上身体的重心左右，预备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、五、延伸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八个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中间，手放肩，放腰上，准备上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十个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停住，膝盖向外十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住，膝盖打直，脚朝中间，原地踏步。All right， 动作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我们这组再做一次。OK， 原地踏步，变成提膝踏步，手向左右延伸，手肘髋屈放耳后，预备，一二三停，一二三停，一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原地踏步。变成双脚比肩宽一点，准备做深蹲，横做15次，预备，蹲起来，蹲起来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剩下5个，五、四。三，准备加举腿，二，一，侧举脚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原地踏步，渐渐变成相扑蹲，预备，相扑蹲10下，一，二。三、四，蹲低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准备加脚，十，举脚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步蹲，停住，手打开。穿针，穿针，看右，看左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加重心，一、二，做10次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延伸，八、肚子延伸，十、停住，上、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十，停住，膝盖向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停住，膝盖打直，脚朝中间走。OK， 第二组完成，非常好。我们剩下最后组，最后组我们比较着重的是核心的肌肉雕塑跟有氧训练。OK， 所以呢，请你呢准备好以后慢慢躺下。OK， 所以慢慢的坐下。躺下，呼，然后呢，膝盖朝身体这边抱一下，然后我让你的背从肩膀到屁股上方的腰部都贴平于地面。如果你发现你腰是凹背，然后离开地面的话，代表你肚子没有用力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察觉到，然后肚子一用力缩紧，背就会贴平地面。OK， 膝盖弯曲成90度，然后呢，我们稍微练习一下，左点地，右点地，左。右，左，右，十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停住，手在头上方，深呼吸，吐气，上半身提起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六，五，四。
三、二、一，停住，掌心朝下，手上下十次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All right， 慢慢的把上半身放下，膝盖打直，脚放下。哦，我太靠近沙发了，所以我要你脚放下以后呢，记得你的背仍然贴平地面，脚举起，手摸脚，脚放下，举脚，卷曲，放下，举脚，卷曲，放下。我们再做三次，三。去动作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手放下，脚打开，合起，打开，合起，非常好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住，手放空，空气中，然后呢，做开脚卷曲，预备，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手放松，脚合并，膝盖弯曲。朝身体这边抱一下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非常好。我们呢，第三组完成了一轮，我们再做一次。我们稍微放松一下，屁股甩一甩，扭一扭。All right， 准备好吗？我们直接再来。所以呢，记得怎么做吗？脚先朝身体缩紧，背贴平地面以后，膝盖弯曲，手放屁股两侧。我们做左右脚点地十次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手在头上延伸，深呼吸，吐气，预备，一、二，做十次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掌心朝下，预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上半身放地，脚举起，放下，举起，手卷上去卷曲，五、四、三。停住，准备，自由卷曲，预备，十次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手放下，脚打开，十次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、一，开，手伸起，十下，卷曲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All right， 脚合并，膝盖弯曲，脚放下，哦，非常好。我们主要运动部分结束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感受如何，我现在双腿抖得嘞。一开始说今天这套运动应该不会太难，就自己还不是把自己累得要死。好了，我们直接进入伸展操部分。所以呢，请你双膝打直，深呼吸，放松一下。All right， 把右脚朝身体这边抱进来。OK， 然后呢，把膝盖放到右边，所以向左
右张开。然后放反方向那边，然后身体看反方向。OK， 回到中间，换边左脚朝身体这边抱。放左边打开，放到反方向那边，头看左边。OK， 回中间，脚放下，翻身，我们躺，从躺变成趴下。手放一下下方，把上半身撑起，脚趾头碰地，屁股提起，下犬式，右脚举起，缩回放前方，屁股坐下，然后呢，后脚弯曲，手去拉后面那只脚。慢慢放松放下，换边，所以呢，脚尖碰地，回下犬式，左脚举起，缩回放前方，屁股坐下。后脚缩回，右手去抓你的脚背。OK， 慢慢放松。回到下犬式，膝盖放下。OK， 这叫四脚式，我前几天刚学的，然后我英文都叫它 tabletop。OK， 拱背、凹背、拱背、凹背，屁股向后坐，脚趾头碰大拇指碰大拇指，然后膝盖稍微开一点点，额头放松，脖子放松。OK， 慢慢的把身体稍微提起，右手钻山洞，放到左边。左手穿山洞到右边，回原位，额头贴地，渐渐的用你的双手把上半身给推起。恭喜你完成了四周运动挑战的第十天，你已经完成了一半的挑战，再两个礼拜你就可以挑战成功。明天跟后天我不会上传新的运动影片，因为你已经连续运动了五天。如果上个礼拜所说的一样，你如果要有一个良好的运动生活，充沛的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明天跟后天请你好好的休息，我们下个星期继续来挑战第三个礼拜。那我们星期一见咯，拜。